我见过与人周旋时温润的她，也见过为难来临时沉稳的她，却从未见过在火海里不顾一切的她。我身为大境储君，从未想过有一日还能遇见你这般蛮横无理的女子。我知道你本性纯良，心怀大义，所以我想以太子的身份恳请你。 留在我身边，我确实是为他动心了，但终有一日，我会毁掉你人生中的所有。想要他一生无忧、平安喜乐，真的是我一向情愿吗？我利用了这全天下最好的男人，他也不无辜，因为他姓韩。 他将会是这整个大晋国的皇帝，我们之间隔着八万人的性命，生来宿敌，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命运吧。关我此生不负家国，不负百姓，为你一人，我放不下。 从想过。